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。那今天呢，要来讲一下吉赫拉动物森友会关于第二、第三张重复照片的入手条件与限制，以及如何破除这个限制，快速入手重复照片哦。那这次消息来源呢，是来自日本的攻略频道 Mogaiko 的观众投稿的讯息哦。对，又是 Mogaiko。我也希望呢，我的观众们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攻略情报，也可以提供给我哦。等你们。该名观众呢，因为非常在意怎么拿重复照片，所以进行了各种解密测试研究，发现呢，玩家送礼给动物居民后，居民给的回礼呢是有一个六四循环的法则在哦。就以居民照片为例呢，我们在跟居民们亲密度提升至某个程度后，就开始有机会可以在动物回礼的时候收到居民们的照片。而当我们收到照片之后，就必须要在收到64次的回礼之后呢，我们才有机会再入手居民的照片。这是因为该玩家发现，不止照片哦，不管是任何家具、服饰等的回礼，动物们呢都不会在64次内送重复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拿第二张、第三张的照片，都必须要等中间的这64次的回礼收完，才有机会再入手哦。而这64次呢，都是在什么时候计算的呢？就是从玩家从动物手上接过礼物时，或者是礼物已经寄到你的信箱时开始就计算了。但是呢，有个方法能让系统无法计算。那我们本台呢，派出了特派员阿一超人来为大家示范一下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准备了一堆水果，因为呢，我们要一样用之前的这支影片的方法来收集照片哦。而我们现在的拍摄日期是6月25日，接着呢，我们要将时间连续倒转30天，并在每一天呢都发送水果给岛上居民。而发送的目标呢是蓬花与远人，因为他们是最后来我岛上的两位，目前亲密度已经达标，但还没入手过照片了。现在呢就要测试各送30次后呢，一口气拆箱看能拿到几张照片哦。那这边送礼的过程中，顺便想跟大家聊一下，我现在频道更新呢差不多是2天出一支影片哦。那如果像现在这支影片呢是连续2天投稿影片，就表示说我又带来新的攻略情报要跟大家分享啦。那我自己呢其实是比较喜欢做实况影片哦，因为攻略影片很累哦。像你们看这支影片，我还要倒退30天送礼10册，差不多花了2个多小时哦。但是呢，如各位所见，我的攻略影片点阅率就是比较高，那我希望呢能让更多人知道我的频道跟看到我的影片，所以呢我还是会继续的分享有用的攻略情报给大家的，也请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就帮我按赞加订阅咯。那现在呢，已经送完30次礼物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就将时间调回到原本的日期。这时候呢，信箱已经有蓬花跟远人寄来的各30份礼物哦。那我们先来拆蓬花的30个礼物。红花的30个礼物里面呢，我们总共拿到了2张照片。那接下来我们换来拆远人的30个礼物。而远人的30个礼物之中呢，我们也拿到了2张照片。
像这样子将时间往后退，连续送礼的方式呢，就能打破送礼的六次循环，来连续入手照片呢、啊。那如果想要快速大量入手照片的，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方式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